喂喂，大家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大家可以稍微给我一个回复啊。如果说大家现在啊听不到我的声音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就是退出去，然后再重新登录一下。哎，好的，那谢谢广先生。哎，好的，那刚刚我这边测试，然后已经有朋友然后给我一个回复了，然后讲说啊，是我的声音跟画面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再次请大家，然后如果说大家看不到我的这个 PPT，或者大家听不到我讲话，大家呢可以选择退出一下，然后之后呢再重新登录进来，直到现在为止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直到现在为止啊，对吧？直到现在为止的话，因为从我去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是做网课的时候是有 是有出现过2次的意外。第一次呢，是因为我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做嘛，我忘记这个网课后台怎么去设置了。那一次呢，应该是那应该是延后了5分钟，所以呢导致我有一点紧张。然后再一次呢，就是去年最后一次。因为我们这边呢出现了一个这个乌龙事件，所以导致呢网课是延后了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的时间。2次意外之后，然后导致我现在每一次，包括就实际上发生第一次之后了，每一次做网课都搞得非常的紧张，又害怕再一次出现这个意外。那现在呢是晚上的8点整了，那我现在从我这个后台的终端来看。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网课的人呢，并没有特别的多。那我呢，照例会再多等待5分钟，等到8点5分的时候，我正式开始我今天的内容。因为现在刚刚转过年来嘛，我想可能大家呀还是在一个假期的模式，因为现在小朋友也是放假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一个放假的模式的话，可能会陆陆续续也需要调整一下。因为从一月初，对吧？从上周开始，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回归到，结束假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不管是股市、汇市，当中啊，它的这个波动啊，已经是。比较大了，然后包括这个股票的成交量啊，也开始现在往上走，因为包括陆陆续续的从去年年底开始，你像这种各路的资金，对吧？然后在去年的第一季度，然后赔的一个底儿朝天，像他们的业绩啊，像这些对冲基金第一个季度的业绩应该是非常恶劣的，但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就是，等到去年第四季度，他们这些基金然后来去看他们的业绩的时候，对吧？我相信每一个基金经理基本上应该都是喜笑颜开的嘛，奖金也是照常的可以拿到。那因为这个基金的问题，因为这个制度的问题，我相信去年的这个宏观环境一直到今年。对吧？应该是有发生一些多多少少的变化。那所以呢，像这些资金，像这些机构，他们呢会做一个接下来短期的话，会做一个接下来6个月到12个月，对吧？然后稍微中长期一点的话，会1到3年。
对吧？更长一期的一点的话，会是3年到5年这样子的一个展望。他们呢会根据他们的一个模型，他们会根据他们的一些预测，他们会根据他们对接下来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们，他们的一些央行的政策、央行的一些方针，会做一个评估，会做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预估。那因为牵扯到这些方方面面呢，所以说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啊。我相信呢，可能各路的机构、各路的资金，他们会做一些仓位配置上的一些调整。那所谓的仓位配置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大宗商品，可能会涉及到各个国家的货币，可能会涉及到不同板块股票的一些配置的一些比例。所以说，从目前我看到的各种数据也好，各方面的一些资料也好，我认为现在这个股市啊。非常的高，对吧？然后并不是非常的适合大家再继续使用一个比较贪婪的策略，或者是一个激进的策略，然后去进行一个大肆的购买，或者进行一个抄底。那这种策略呢，直到现在为止啊，在我个人看来呀，是不合适的。我呢也是不赞同的。陆陆续续从上周回来工作之后呢，我有跟我这边的朋友们进行一个沟通，对吧？我呢也一直有警告啊，有警告跟提醒。现在的股市呢，确实从我这边来看呢，确实是比较高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怎么说，永远热泪盈眶，对吧？永远要小心谨慎。永远要且战且进，或者是且进且战，而不是说，对吧？我今天我就要在1月份，我要用一个10万的仓位，或者我要用一个100万的仓位，我一次性搞定，对吧？我一次性搞定，我把一个股票满仓，我之后就是睡大觉或者怎么样，这样子呢，说实话是不是特别的适合的？除非我们前期有做大量的功课，对吧？有做大量的一些幕后的一些操作。等到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去进行操作嘛，而不是说对吧，我一拍脑袋或者怎么样，我一个股票我就要满仓。现在这个宏观环境，对吧？你按照传统的这个估值模式也好，传统的投资理念也好，有一点不适合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经过了2020年，对吧？先恐慌。然后再贪婪这样一个市场行情之后，希望大家可以总结出自己的东西来，希望可以大家呢有自己的一套策略，或者对这个市场啊更了解，好吧？好，那现在呢8:05啊，我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内容。那我呢是 Go Markets Allen，今天晚上的网课本来不应该我来做的，只是今天上午、中午的时候，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啊，因为有事情，所以今天呢我来做一个救火队员。那好，那大家呢现在看到这个 PPT 呢，就是Go Markets 这边的一个风险提示。那今天晚上啊，我所有的话，包括对具体股票的一个个人看法、个人观点，包括对具体产品的个人看法、个人观点，都只是属于一个一般性的建议。那我这边的一些买入或者是卖出或者观望啊，是没有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具体风险承受能力，大家具体的一个财务能力的。所以呢，大家在听过我的观点跟看法之后，在做出一个买入或者是卖出这样子一个决定的时候呢，需要自己呢结合自己的一个情况，做出适合自己的一个决定，好吧？好的，我继续往下。那这个呢，就是再一次呢，就是强调一下资金安全，因为对我们陆陆续续刚刚接触我们的朋友啊，都会想到一个资金安全的方面的问题嘛。那现在呢，Go Markets 这边呢，首先是作为一个成立于1998年的二十几年的澳洲金融公司老店，对吧？所以说呢，在这个资格方面是非常资深的。那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澳洲金融监管机构 ASIC 底下，它呢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也是一个信心的保障。那另外第三点想要说的就是，大家存入到 Go Markets 这边的资金，那都是在 Go Markets 的一个隔离信托账户里边，Go Markets 的是没有权利使用大家的资金来做任何的公司正常运营的花销的，好吧？
好，那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那今天的内容呢，基本上还是分为三块内容啊。第一块呢，就是黄金跟货币，我会放在第一位跟开头的位置，跟大家过一下，跟大家聊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跟观点。那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A 股，然后第三部分是美股，对吧？第四部分啊，应该是四部分了，不好意思。第四步呢，还是会以这个澳股，然后来作为结尾。那最后呢，最后基本上前30分钟是由我来讲，后10分钟呢是大家来提问。如果说我在提问回答的这个环节没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的话，大家呢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那这种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来给您呢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吧？好的，那大家呢看到现在这个 PPT 呢，就是黄金了。因为黄金我们知道啊，是从上周五的时候是出现了一晚上，周五对吧？周五从欧洲时段开始，一直到这个美国时段关闭，黄金呢当天呢是出现了一个90块钱的左右的一个大跌。那这个大跌呢也是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行情了，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了。那很多朋友啊，因为是有这个黄金的吧。所以呢，多多少少有受到影响。那关于对于这个投资黄金的朋友们，对吧？然后实际上是有两个最主要的路径嘛，一个呢就是在 Go Market 这边这个现货黄金，另外一个呢就是黄金股的参与。那这两种方式呢，黄金是黄金的现货，它是波动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在参与之前，或者大家要开仓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呢。它可以一晚上让我们赚几万块，它呢也可以一晚上让我们亏几万块。这一点呢，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好吧？那另外呢，就是一种方式呢，就是黄金股了。黄金的股票的走势基本上是跟黄金是呈现一个正比例关系的。那如果说大家讲说我对风险承受的能力比较高，对吧？那所以呢，如果说是这种情况，大家呢可以把资金，对吧？配置黄金股加黄金现货这样的一个配置，对吧？如果说大家说，哎，我对风险的忍受能力并没有那么强，那没有问题，大家把黄金现货先放一放，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对吧，放到这个黄金的股票上。那黄金的股票这里呢，又有两点，又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呢是有这个 NCM 的，我觉得呢 NCM 它的一个风险结合跟收益，它是结合比较好的。那当然了，有另外的朋友就觉得说，你 NCM 涨的时候涨得太慢了，对吧？涨得太慢了，所以我不喜欢。那没问题，那因为 NCM 呢，它是这样，它是一个最大的嘛，所以说它如果要上涨，它的上涨幅度肯定是不如那些小的金矿股的。但是如果说它的股价调整，NCM 的稳定性方面也是要强过这些小的黄金股的。那所以说呢，大家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选择一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一直讲啊，对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因为别人老跟你讲黄金现货怎么样，或者讲小的黄金股翻了几倍，或者增了多少，这些都是只是结合对方的一个情况，并没有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好吧？这一点呢，大家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那大家看到这个图呢，实际上是昨天我做的一个图，当时呢也有分享到这个朋友圈当中。那从这个图上啊，大家是可以看到，那黄金现货的一个走势啊，基本上还是在从一个2018年的一个轨道上升轨道当中来的。那在这个轨道里边呢，是有这个两点可以去跟大家呢再次强调一下。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轨道啊中间，我们是可以看到有一条虚线的，这条虚线呢基本上也是在起作用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黄金现货的价格，对吧？不管是从上边跌下来，还是从下边实现一个突破，都是有基本上啊，这个虚线都有起到一定的作用的。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点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那从这个图当中来看，从这条轨道上来看，黄金的现货的价格是没有跌破这个通道的。没有跌破这个通道的，那对于一个以这个1840这个价格为例的黄金来说，对吧？是基本上是碰触到这个轨道的下沿。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点，现在黄金之所以说黄金的价格是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在这个周线图当中啊，
大家看到这个图是一个周线图来的，那黄金现货的价格呢是有走到这个绿色的50日均线这样的这个位置，那50日均线呢如果放在日线图当中，它呢会是一个小小的支撑，或者是一个并没有那么强力的一个阻力，但是呢如果说50日均线在一个周线图当中的话，对吧，它呢将会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的支撑来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2018年黄金现货突破了50日均线之后，对吧，一直有守在这个50日均线上边的，所以讲说这条50日均线这个位置啊还是一个比较强力的一个支撑的。那上周五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黄金大的一个行情之后呢，我星期六的时候我呢也有赶到公司录一个视频，在那个视频当中呢我是有强调如果黄金继续往上的话，是有两个价格需要咱们投资者朋友们密切注意一下。第一个关口呢，就是1875这个价格啊。如果说黄金现货可以再一次突破1875，我们呢可以讲说黄金现货呢它的这个跌势啊是暂时是告一段落了。那如果说黄金现货呢可以冲上1900，对吧？我们可以讲说黄金现货在我个人看来呀，可能啊就又是重新回到了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当中，好吧？如果是这两个价格呢，大家需要关注一下。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点，当在那个周六，在周六录的这个视频当中啊，我有讲说几个重要的消息啊，本周是几个消息是比较重要的，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一个呢就是欧央行的主席拉加德会站出来讲话，那他讲话不外乎欧洲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嘛，对吧？那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会站出来发表一个讲话，那会牵扯到美联储这方面的一些货币政策。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本周啊，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啊，黄金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跟功能啊，就是去对抗通货膨胀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认为通货膨胀要来了，对吧？那也就是说，黄金这边它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比较优秀一点，会比较优秀，会比较保值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如果通货膨胀数字比较高的话，说实话，大家的这个钱呢就会变毛嘛，那黄金呢就会存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保值的属性。所以说呢，如果说 CPI 的数字，对吧，是往上走的，或者有抬头的趋势，那这个时候呢是有利于黄金的，是有利于黄金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图。那第二个图呢就再次跟大家沟通一下，对吧，或者聊一下对于我们参与到黄金跟黄金股的投资者朋友们，我们需要盯紧的一个标的是什么，或者说一个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因为啊，陆陆续续我们听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讲说黄金，对吧，跟股市是成这个负相关的，有的呢讲说黄金呢是跟美元负相关，有人讲说黄金是跟那个或者是这个成负相关的。那实际上啊，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拉出来图，对吧？只要两个走势不一样，就我们就可以讲出来它是负相关的。那但是实际上啊，这背后这些说法，这些说法背后的逻辑，在我个人看来呢，这个呢就是最根本的了。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了。所谓什么是最根本的呢？也就是讲说啊，黄金的一个走势是跟美国债券的一个收益是成一个负相关的关系的。大家呢是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基本上啊，黄金的走势或者会从这个图当中，因为这个图啊是一个倒立的美国十年期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这样子的一个数率。那这个所谓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得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数字呢？得出来的是一个美国资金的实际利率。那这个实际利率呢，跟黄金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在我个人看来呀，不管说黄金对于跟美元的一个关系，还是说黄金跟股市的一个关系，还是说黄金跟另外一个什么产品的一个关系，
都不是问题的本质，那这个呢才是一个问题的本质来的。那对于大家想要了解背后的真正逻辑啊，或者怎么样，对吧？大家呢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或者说大家呢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在网上做一点自己的功课，或者做一点自己的学习。那实际上这个呢是，我认为啊，是一切说法的一个背后真正的一个逻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就要问自己了，那黄金的基本面是不是变了？对吧？那如果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要再去回答。那在大家看来，那美国10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是会升高还是会走低呢？是会升高还是会走低呢？那美国的通货膨胀是会抬头还是往下走呢？在我个人看来，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是会往下走的，是会往下走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美联储这边是不允许这个国债的利率太高了，因为如果太高，资金的成本，对吧，还是会稍微高一点的。现在美国的经济是不允许这个样子的。那另外一个，再一个就是印了这么多钱，按照我们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不是就一定会有通胀？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通胀呢？在我个人看来呀，是通胀是一定会来的。通胀是一定会来的，只是说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啊，印出来的这么多钱是藏在了美国的股市当中，是藏在了欧洲的债券当中，是藏在了，对吧，我们祖国的房地产当中。也就是说啊，这个三大刚刚提到的美国的股市、欧洲的债市跟中国的房地产，对吧，相当于三个非常大的蓄水池嘛。现在很多的资金是冲到了这三个蓄水池里边，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按照传统意义上，我们去找这个通货膨胀，我们是找不到的。因为所谓的这个通货膨胀，对吧？传统一点的就是在食物里，对吧？在这个食物里，或者是在一些日常的这个什么水电煤气啊这些里边，我们去看单看这些东西，说实话，并没有太过的夸张。按照这些政客们的理论，对吧？按照这些政客们雇养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的一个说法，对吧？这都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是不是合理的区间？是合理的区间。但是呢，资金是选择性的进了这些领域，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找不到通货膨胀。那因为这两点呢，对吧？还是想印证最后一个观点跟一个看法。黄金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仍然是非常有机会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产品的，好吧？黄金跟黄金的股票或者黄金的基金都值得大家进行一个关注。好，那刚刚说到这个通货膨胀，那大家呢看到这个图就是拉出来的一个农产品的，对吧？农产品的一个通货膨胀，价格走势图，一个价格走势图。那这个图呢，大家是可以看到的。那从2006年开始，对吧？2006年开始，这个食品的价格是冲高了一波，冲高了一波之后，那2008年，对吧？2009年那个时候，因为金融海啸嘛，一切的资产也好，或者一切的东西也好，产生了一个价格上的一个崩塌。那这个崩塌呢，所谓的这个崩塌，包括这个股市崩，包括这个房产崩，包括一些有价格的东西都在崩。那说是，那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食品的价格也在往下走了。那说到这个崩啊，也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然后发生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当时一个流动性的问题产生了，所有的价格都在崩嘛。那但是是什么呢？从2009年开始到2010年开始，美联储史无前例的推出一个 QE，对吧？推出一个量化宽松。我们看到啊，这些资金是冲入到了农产品当中，是冲入到了食品当中，冲入到了大宗商品当中，冲入到了能源当中，价格呢是迅速的出现了一个反弹。对吧？那之后跟随美联储陆陆续续开始收紧，对吧？开始结束量化宽松，价格呢是有陆陆续续回落的。实际上基本上这些呢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是直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对吧？再一次火力全开，向这个市场当中注入到流动性。那作为我们最直观的一个看法，就是美股市嘛。对吧？以美国股市为这个基准，我们看到啊，价格是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我们看到贵金属的价格开始往上走，我们看到美元在往下走。那实际上这些资金呢，不是跑去了哪里，而是跑去了这些可以炒作的对象嘛，对吧？那所以讲说，那继续印这么多钱，
如果不是发生一种那种非常快或者非常急速的一个事件的话，我相信随着大家这些央行们继续往这个池子里注水呀，水涨船高是一个自然规律，是一个任何经济学现象也好啊，或者是任何一种说法是掩盖不了的一个情况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商品这个价格往上走。啊，说实话，我们现在经济并不是因为在需求端有多么好的一个多么强力的一个需求端，而让这些东西的价格往上走，只是说因为你这个钱呢，你这个钱去标的大宗商品嘛，你这个钱会贬值，所以说大家与其把这个钱换成将来会用到的这个大宗商品，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大家也不要拿着这个钱放到银行里边。对吧？被这个通货膨胀稀释掉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通货膨胀啊，对吧？所谓的通货膨胀有在农产品、有在食品价格里边往上走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往下呢就是看到另外一个近期比较热的话题了，那这个呢就是比特币。好，那刚刚看到这边的有一位朋友讲说是没有声音，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回答我一下问题吗？可以告诉我是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吗？如果说我这边的问题啊，我这边就是重启一次。如果说大家讲说声音是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可以告诉这位朋友，可以再重新启动一次。哎，好的，那 Rosa，然后我这边呢看到我这边好多朋友都回复是声音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Rosa 您这边呢麻烦您退出一下再重新进入，应该是咱们这个自己设备的问题，好吧？谢谢 Rosa。那好的，那大家呢就是近期比较热的这个比特币嘛。那比特币呢这边呢，我是看到网上啊有大神做了一个比特币趋势的一个价格图，对吧？是一个彩虹，一个彩虹啊。那比特币呢图呢，价格走势基本上是在这里边的。那比特币呢是一个非常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个资产呢、啊。将这个资产然后完成了一个电子化，而且呢所谓的这个电子化，是去中心化的。那所谓的去中心化呢，就是说它躲开了这些监管机构，躲开了这些任何的一家银行，对吧？躲开了任何的一家银行。所以说呢，比特币是在我个人看来啊，是史上最佳的一个投机工具来的，那没有之一啊，是没有之一来的。那它是最好的一个投机工具。那这个呢，当然了是可以为大家，对吧，带来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回报的。那当然了，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呢，也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来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是不是选择要参与，或者是说，对吧，就是远远的看着就好了。因为在我个人看来呀，这个市场当中永远是有机会的。那我们去追这些机会呢，是永远追不完的。那再一个就是呢，所谓的追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情况。自身情况，我们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些知识啊、经验呐、啊，或者逻辑啊，对吧？我们不要去试图赚那些距离我们很远的钱。如果我们试图的话，对吧？有可能啊，它不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陷阱来的。那所以呢，就是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好吧？好，那这边呢就看到一个比特币，那刚刚聊过黄金，又聊比特币，那这里呢就是干脆把比特币跟黄金放在了一起。那大家可以看到啊，那比特币从2015年开始，对吧，一直直到2021年的年初，黑色的这条线呢是比特币的一个波动属性，那下边的这条线呢是黄金的一个波动属性。那刚刚啊，实际上就是提到比特币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对吧？那原因是什么呢？这张 PPT 呢，就是结合上面那个图来的，也就是想说，对于大家参与到黄金的朋友们，大家有一个一样的感慨，就是讲说黄金的波动已经非常大了，但是黄金的波动性跟比特币的这个波动性相比，对吧？简直就像是一个婴儿啊，婴儿跟一个成人呢，在比较一个体型啊，那黄金跟比特币在这个波动性上比较，对吧？感觉黄金呢就是一个宝宝嘛，对吧？所以呢，黄金稳定性还是要强过比特币的。所以说，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对于想要参与到比特币的朋友们，大家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工具。那在我个人看来呢，我去年我一直有强调我看好比特币，但是呢，我也一直有讲说，像 Go Markets 这边呢，这个工具并不是非常的适合我们去看涨比特币或者看跌的。那原因是呢，首先是比特币波动太大，对吧？咱们这边的杠杆呢，倒不是特别的多。特别大的杠杆，但是呢，这么一点波动，这么大的一个波动性，加上这么一点的杠杆呢，在我个人看来啊，它的一个波动已经是非常大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参与比特币，我个人呢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考虑，要不要去开一个币所，对吧？找一个币所，然后去开一个账户来交易比特币。直到现在为止啊，我仍然是非常看好比特币的，好吧？那我继续往下。好，那讲到这一块呢，就是讲到我们 A 股了。那 A 股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应该是上周开始吧，有大盘我看稍微有一点稍微往下走的一点趋势，但是咱们的这个 A50 的指数啊，从去年年中开始，我记得我跟 Jackie，然后在6月初，然后做了一次直播，那我们两个难得在这个 A 股方面呢是达成了一个一致性，那我们是认为 A 股。是机会，对吧？有机会，然后有机遇，行情也是非常好的。当时 A 股应该是在一个A50 指数，China 50指数呢是在一个15000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今天我看应该是19000左右了吧，应该是18000、19000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了。那所以说呢，对于从去年包括年初开始，对吧？甚至是去年的年中参与到 A 股的投资者，应该是会收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益的，我不敢说这个收益到底是有多少啊，但是我想说，看照大盘这么一个涨法，看到 A50 这样的一个涨法，如果说大家的一个具体股票的一个参与没有收到一个20%的收益，对吧？或者10%的收益的话，那我认为呢，大家呢可能是不是就是在选股的方法上，或者是说在投资 A 股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上，是不是就是？需要再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因为呢，这个呢是一个上证指数的一个走势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那对吧？那这个非常的明显的周期属性也是非常强啊。那对于上证指数，一直到2020年的上证指数来说，对吧？已经是在一个历史的比较高的位置了。那所以呢，我讲说啊，对于参与到 A 股的投资者朋友们，对吧？应该呀，理论上来说，大盘都涨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应该是要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了。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呢？如果我们没有实现一个收益，大家呢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策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方法。因为大概是1个半月前还是2个月前吧，跟一个朋友坐下来，然后聊起这个 A 股啊，他讲说他的有一位家人，然后参与到 A 股当中，也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就是没有赚过钱，所以呢，他就觉得说 A 股是一个骗人的地方。那实际上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自己呢也有陆陆续续在做这个 A 股嘛。那如果是一个大熊市，对吧？那确实是可能啊是没什么办法的。但是 A 股对于2020年开始涨成这样子的 A 股，对吧？如果说大家还是没有赚到钱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不要去进行一个具体个股的一个操作。大家可以去买一些指数基金嘛，对吧？像沪深300指数基金，我自己呢也有参与，我自己呢也有去买这个军工的 ETF，我呢也有去参与这个新能源，对吧？跟黄金挂钩的一些基金，这些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些方式方法。大家不需要在一条路上就一直走到黑嘛，对吧？我们呢就是，刚刚就是开头讲的，且进且战，且战且进嘛。如果说我们持续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盈利，对吧？那我们呢就停下来考虑一下，停下来考虑一下，然后停下来想一下。哎，好的，那刚刚啊，现在有一个朋友 Christina，然后又讲说是没有声音了，但是我这边呢其他朋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Christina，然后您离开一下，然后再重新进入一下，好不好？好，那我继续往下呀。好的，那刚刚啊就是讲完这个 A 股了，现在就是美股了，现在就是美股了。那再一次贴到了这个图，就是蔚来汽车嘛，就是蔚来汽车。那蔚来汽车从去年开始，我朋友
这边有一位朋友，然后提醒我上车，那我呢也是有参与到其中的。那直到现在为止呢，我对未来汽车的看法仍然是非常看好的。包括今天我在公司录制的盘后总结呢，我再次提到了这个未来汽车。那未来汽车最近呢涨势凶猛啊，是一举突破了之前的高点，对吧？之前在11月的这个高点，所以从这个图上看，未来汽车的股价从技术层面来看呢，是不存在任何的技术分析问题的。那另外两点呢，未来汽车就是最近，一个呢是它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车型，对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未来汽车的这个电池的技术，现在呀市场上是对它认可的。所以说，在这个新车型跟这个新技术的提振之下，未来汽车呢是一举冲破了60块这样子的一个大关。我个人认为啊，70块钱、80块钱，甚至是100块钱，对未来汽车并不是不可能的，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目标之一嘛。那这个是一点呢。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昨天的美股当中，我是注意到啊，特斯拉是出现了一个大跌，但是未来汽车呢仍然是实现了一个大涨啊，所以呢，在今天盘后总结的时候呢，我有讲到说啊，实际上是未来汽车跟特斯拉也好，或者是说未来汽车跟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小鹏，对吧？小鹏还有理想，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驾马车这样子一个横向对比，跟特斯拉呢是一个纵向对比的话，那未来汽车呢，在我个人看来啊，仍然是我个人参与新能源汽车投资朋友们当中的个人首选，好吧？那刚刚啊看到这个图，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对于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朋友，大家可以从 K 线图当中啊可以看到讲说，因为啊未来汽车最近呢是实现了一个跳涨了，所以说不排除未来汽车的股价是有机会往回走。往回走是把这个缺口填上的，那所以说呢，如果说技术分析啊，这个在技术分析方面，这个说法如果是成立的话，大家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对吧？在这个60块钱或者是55块钱或者是50块钱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考虑要不要上车，好吧？好，那我继续往下，那这个呢还是关于一个未来汽车的，那我看到的这个呢是美国银行，对吧？就是 Bank of America，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分析报告。因为最近呢，因为最近刚刚有讲到嘛，未来汽车因为这个新车型，因为这个新技术，对吧？因为它这个股价一路向上，我们看到啊，各路机构跟各路这个投行纷纷呢是将未来汽车的目标价格是实现了一个上调吧，对吧？当然，特斯拉也是有上调的，那未来汽车呢也是纷纷实现了一个上调。那这两张 PPT 呢，就是美国银行对于未来汽车的一点点的分析跟一点一点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看法。那对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网课的朋友，如果说大家看不清的话，大家可以明天联系我。或者是呢，联系我们的客户经理，我呢可以把这两张 PPT 啊发给大家，大家呢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两张呢就是我没有做一个具体的翻译，是美国银行他们是用的一个英文的，大家可以稍微读一下，应该有帮助到大家。我并不是说他们这些投行或者是他们这些银行一定是对的，只是说呢大家就参考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有道理，好吧？好，那我继续往下。那这一块呢，就是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我们的澳股了。那澳股呢，我实际上就是想讲说啊，因为最近我包括跟我的同事 Joy，对吧，也有聊到，还有呢，就是我跟其他另外几位朋友也有沟通的时候有讲到。那为什么讲说现在的澳股就横在这里，或者是说呢，我最近澳股参与到里边，我是亏钱的。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去看澳洲大盘的这个指数啊，波动并没有特别的大的，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实际上在朋友圈里我有讲说，这个话题呢，大家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那其中一个原因吧，对于这个问题啊，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啊，可能大家在买股票的时候，对这个时机并没有把握好嘛，对吧？那另外一点就是，CACL 作为澳股当中医药的龙头，对吧？是我们很多朋友前去进行购买的一个对象来的，
那但是呢，CSL 最近呢一直疲软，那 CSL 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呢？那实际上我去看资料也好，我去看信息也好，除了12月它公布出疫苗终止，对吧？终止疫苗研究之外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外，CSL 并没有爆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丑闻呐，或者一个恶性事件，对吧？但是呢，它的这个股价呢是继续在往下走的，那。实际上应该是从11月开始，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有讲说，当前市场的一个基调是在进行一个股价上的一个修复。那所谓的这样一个股价的修复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前期备受资金青睐的医药股跟科技股啊，股价呢是承受一定的压力的。那相反呢，前期被低估的这个能源股或者是这些大宗商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板块的股票呢，股价呢是有往上走，那这个呢是一个主旋律来的。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点就是讲说，那因为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新旧周期嘛，对吧？我讲说这个新旧周期，那如果说新旧周期变更的话，对吧？那我们开头的时候我就讲说，因为年初也好，或者是年尾也好，这些各路资金呢会对一个接下来前景展望，对吧？他们要完成一个仓位的转换变化。或者是要调整一下自己机构的一个策略，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前期资金扎堆的一个 CSL 来说，我觉得这一点变化对机构来说，他们的一个仓位的变化，对吧？或者是对于当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是不利于 CSL 的，是不利于 CSL 的。那在我个人看来呢，那下一关的话，那 CSL 可能是价格是在270了。那如果说 CSL 想要扭转这个短期跟中期这样子一个图表上的下跌趋势的话，它需要突破290块钱先，然后之后呢，它这个下跌的趋势才是终止的。那之后呢，我们会考虑 SESL 是不是，对吧，继续回归到一个上涨的通道，或者是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因为 CSL 呢，在我个人看来，公司是没有问题的，确实是没有问题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大家以什么价格买入嘛，对吧？因为我记得我11月的时候，我讲说，在我个人看来啊，300块钱左右的这个 CSL 太贵了。那我现在呢是有在盯 CSL 的，我呢也有去挂一个买单，我的这个价格呢是比较低的。那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希望我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它。但是呢，因为考虑到 CSL 是很多朋友已经拥有的这个股票，对吧？因为对于一个300块钱左右的一个股票呢，哪怕它调整一点点的幅度，大家也是比较难受的。那考虑到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不希望 CSL 继续有下跌趋势，我希望它可以守住270，好吧？好，那我继续往下，最后一张 PPT，那最后一张 PPT 呢，就是平静的2020了。实际上大家知道，对吧？这个是一个反话来的嘛，因为我有时候不喜欢讲真话，就喜欢讲反话。那大家在这张 PPT 当中啊，是可以看到，从2月开始一直直到这个5月、6月，对吧？一直到7月是被抹掉的这么样的一块区域。那单看呢，被单看留有的这块区域的。我们的2020是非常的平静的，但是大家要知道，2020绝对不是平静的一年。在这里，我不是讲说2020我们赚到了多少钱，或者说我们亏损了多少钱。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啊，我已经在做一个反复的提醒了。2020绝对值得我们每一位投资者好好的去思考自己当时的一个决策过程是怎样的。不管是当时是处于一个贪婪的状态，还是一个恐惧的状态，好吧？那为什么当时大家贪婪的时候，我也在跟着贪婪；大家在恐慌的时候，我也产生了一个恐慌，或者是说，包括当时股市在3月见底之后开始一路反弹，为什么大盘实现了30%的增长，而我买的股票只涨了10%？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思考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去琢磨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是会学到一点或者总结到自己的一点东西的。那这个是第一点呢。另外一点，我把这个 PPT 放到这里。非常强烈跟非常想要再次跟大家沟通交流的一点，就是说，上周的时候，我跟两位朋友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就讲说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投资交易这件事情啊，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大家有一定的纪律性的问题的事情，是需要大家啊，怎么说，一定要有付出，一定要有纪律，是大家流着汗，对吧？是流着汗，没有那么容易就可以实现一个盈利的事情啊，因为很多朋友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对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大家在网上或者是听到哪个老师讲的话，就感觉赚钱是一件很轻松的问题啊。那这种想法，我完全站在这种说法跟描述的一个对立面。如果说我 Allen 我个人在公开发言或者在跟您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呢有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或者有一个说法，让您产生了这种感觉，对吧？赚钱很容易，那我呢再次向您澄清一下。我绝对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好吧？好的，那最后一张还是我个人的一个联系方式。那好的，接下来10分钟呢，我呢将会来为大家做一下这个解答。那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大家的问题，我这边呢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回复跟足够详细的回答的话，大家呢留一下自己的一个联系方式。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将会有专门的客户经理跟您取得一个联系，做一个详细的回答，好吧？好的，那这边，这边呢有一位朋友，然后问，那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周末比特币是不能交易的？那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呢，那我想说，那比特币呢，它是一个全天候，对吧？一直在跑的这个市，一直在跑的一个产品，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平台呀，都可以全天候交易比特币的。也就是说，不止 Go Markets 周末不可以交易。我相信在市面上啊，很多公司、很多平台都是不可以交易的。那包括我这边呢，因为我是在这个币所买了嘛，我到现在为止，我并不确定周末我可不可以在我这个币所进行一个买卖，好吧？那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就是刚刚有讲到了嘛，比特币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因为在周末休息2天之后，周一，对吧？它有可能出现一个跳涨，当然也有可能实现一个跳跌啊，所以这一点呢，你也需要考虑一下。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我看到这个 PLS 啊，对吧？有一位朋友问这个 PLS，因为 PLS 是我，首先是我推荐的一个股票，再就是呢，我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仓位。那对于 PLS 而言呢，我到现在为止，我暂时没有卖出的打算，暂时没有卖出的打算，好吧？因为 PLS，我之前有跟我这边的朋友沟通，我觉得他第一目标嘛，对吧？1块钱，那到现在为止呢，他是应该是一路走到了1.08块还是1.1块，对吧？那最近的话呢，他这边呢是有出现一点一点的调整，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呢，我个人呢还并没有卖出的一个打算。那另外一点呢，关于 PLS 呢，我在想说的一点就是说，PLS 呢因为实现了一个派股嘛，这样的一个增发派股，针对现有的客户。大家呢是有一个权利去以这个0.36的价格实现一个认购，那应该是昨天是最后一天的截止日，明天的13号还是14号，应该是他会公布出细节来，应该因为啊，因为我认为，因为他这个股价认购的价格太低了嘛，所以 PLS 的认购额，我相信应该是会大大超出他们公司的一个预期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到时呢我们要看一下。公司会不会调高它这个认购比例，或者说它是用改变一个认购的方式，这一点呢需要大家关注一下。那如果说大家在 Go Markets 这边买入了 PLS 呢，大家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等细节公布出来之后，等到开始派股的时候呢，我们 Go Markets 这边呢会根据大家账户上持有的 PLS 的这个数量，直接完成一个股票的。配股直接打到大家的账户上，所以这一点呢，是 Go Markets 的客户，相当于来说就是，为大家节省一点时间，节省一点精力吧。那好的，那这边呢有一朋友还问这个 GXY，那实际上 GXY 跟 PLS 还有这个 ORE 是一样的嘛？那这三个股票我当时推荐了这三只，那我呢是在这三家当中我选择了 PLS。那这位朋友呢，我希望我刚刚对 PLS 的一个回答也有。也有帮您
怎么说，解决您的这个疑问，那 PS 我个人是持有的，而且我仓位比较重，现在为止我并没有卖出的打算。所以说，如果您有这个 GXY 的话，如果我个人的操作方式的话，您呢可以以我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您觉着，对吧，现在价格有点太高了，或者是说呢，您前期入场价格比较好，您呢想止盈一部分没问题的。我个人一个建议，您可以卖掉一半了，对吧？我们可以拿另外一半继续跑。那如果说 GXY 继续往上走，那没问题，我们仍然在车上嘛。那如果说 GXY 往下走，那也没问题，您走在了这个山顶上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策略或者这个观点，希望能有帮您解决您的这个疑问，好吗？哎，好的，那这边呢，有一朋友问到这个 A50 的指数啊，那实际上关于 A50 的指数呢，我这边呢，我是有看好这个 A50 指数的。那在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当中啊，我这边呢，实际上也有讲说，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其中有一点就是说牛啊不是这个铁打的，我们需要给中国的股市，对吧？一点点的这个喘息的时间呢？那结果我们发现，A50 指数，对吧？回到了这个18400左右之后啊，继续往上冲啊，继续往上冲。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是非常好。那如果说您说啊，如果您说这个 A50 近期的目标是多少？我这边呢，非常难给您一个具体的目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A50 指数已经走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了，对吧？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啊。那但是以这个上证指数，然后来做一个参考的话，应该是3560，然后3580，然后包括这个三千，不好意思啊，3560、3580，包括这个3600点，对吧？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一个关口来的。那对于对于有机会参与到这个 A 股具体股票的朋友，对吧？大家可以继续找这个热门板块的吧。如果说大家呢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选股的能力，我从去年开始，我一直跟我这边的朋友每次公开发言的时候，我也有讲说，如果说大家手上有一点人民币的闲钱，大家可以去支付宝，对吧？或者大家可以去哪里买一点 ETF，或者买一点这个基金指数的基金，它这个收益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不错的。那大家呢仍然是值得考虑。那另外呢，就是对于大家认为或者认可我们关于中国股市有机会这样的一个论调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 Go Markets 来参与到其中。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买这个 A50 的指数嘛，在 Go Markets 这边的这个 A50 指数呢，首先是一个期货，它呢是不存在任何的持仓成本的。那如果说有分红派息，大家也可以拿到，对吧？所以说还是不错的。我刚刚也有讲说吧，我们从15000点，对吧，开始这个推荐，现在已经涨到这个19000了，4000点这样子的一个增长啊，基本上是一个30%，对吧？超过30%的一个收益了。哎，好的，那这边呢，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这边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那这边呢，有一个朋友，然后问到讲说，纳斯达克指数跟道琼斯指数啊，哪个会在2021年有更大的涨幅？那实际上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呢，首先关于这两个指数吧，都已经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了嘛，对吧？那我呢，对于现在的一个价格，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我不是很建议大家继续追涨的，我呢会采取一个谨慎的态度，然后观望一下，然后等待一下。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应该也有强调我这个观点。那我这个观点呢，对于澳股同样是适合的，那纳斯达克这边的话，关于纳斯达克呢是有两点的这个担忧吧，或者两个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纳斯达克呢，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拜登上台嘛，美国权力这个重新交接，那有一些政策呢，拜登政府这边是会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一个方式嘛？那像科技公司这边，他们呢可能会成为拜登政府动手的一个对象，不管是使用这个反垄断，对吧？让他们不要太大，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或者一个方式，或者是呢采取一个加税的方式，这样子是会去限制他们，所以这一点呢会成为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隐忧跟顾虑吧。那但是呢，另外一点说回来，纳斯达克指数因为是这些科技公司嘛，相对于这些传统的公司，纳斯达克这些科技股们，这些科技公司们，它的这个赚钱能力啊，仍然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价格合适，对吧？我仍然会选择这个科技公司。那但是呢，我刚刚有说到啊，现在价格有点太高了，我个人会比较谨慎一点。那关于道琼斯指数呢，我个人的观点跟看法也是一样的。现在呢，不管是纳斯达克还是这个道琼斯指数，我个人都是会采取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如果说这两个公司集体开始回调，对吧？或者集体开始，进行一定的价格调整的话，那到时呢，如果时机合适的话，我仍然会优先选择纳斯达克当中的这些优质的科技公司，好吧？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基本上所有的内容了。哎，对，刚刚啊在开头的时候我有说到这个黄金嘛，对吧？忘了说一点这个货币。那另外一个货币呢，就是我想强调，因为这个大宗商品的反弹，因为这个能源的反弹，因为现在市场比较火热，比较趋势，这个趋势让我就是认为啊，现在澳元在做多澳元还是在做空澳元之间，我个人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会选择做多澳币，而不是选择去做空澳币的。那如果说澳元对美元可以爬上0.78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关口站稳之后呢，下一个目标价格澳元对美元的目标价格可能啊就将会是0.81了。好吧，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晚上所有的内容了。那我希望啊，今天晚上呢，有帮助到大家，有为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讯。那对于持续关注我们的朋友，大家也应该陆陆续续感受得到，看到了。从上周开始呢，我们针对我们公司的一些节目、一些内容，有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对吧？内容上的变更。如果说大家有意见，或者说大家有一定的这个建议，或者说大家呢觉得哪里我们有做的没有那么周到，或者没有那么完美的地方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那再次谢谢大家，大家晚安。